听众早安，我是刘佳燕。今天是民国109年10月3号星期六，新闻首先关心天气。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，天气晴朗炎热。今天中午前后，南投县、高雄市、屏东县境山区或河谷为黄色灯号，请注意防热措施。今明两天，台湾各地及外岛大多为多云到晴，仅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。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。气温方面，今天西半部高温上看摄氏34度，东半部高温约32度，各地低温约23到24度，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，早出晚归民众请留意了。